性感女神温碧霞每年生日都要办生日会，虽然今年她已经48岁，但是依旧保持着一颗少女的心。今年的生日会，温碧霞依旧以低胸性感上阵，而老公何祖光依旧是主办单位。不过今年到场祝贺的艺人却多了曾经在温碧霞有份投资的电影《微娇少女》饰演元娇少女的嫩模魏雨欣，她与温碧霞更在媒体面前上演女女吻。而温碧霞吻完嫩模之后，瞬间又与老公嘴对嘴，难道是未喝先醉？我的愿望其实已经实现了很多，我觉得今年特别的事就是希望可以我 my dream come true。 被问到老公送给自己什么生日礼物，温碧霞表示老公比较喜欢送珠宝，都是非常漂亮的，不过自己经常想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所以正琢磨要不要把老公送的珠宝捐出去，不过其实有心意就可以了，好像自己的样子 Xavier 一样。很特别的就是 Xavier 我的小朋友他整了一个气球给我，跟着画了一幅画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，而且他这么小的，就是他每天都在跟我说 Mommy Happy Birthday。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